欢迎收看本周的好枪爆你知，喜欢恶灵古堡的朋友有福了，现在 Google 小姐要跟你介绍这个好东西，来自日本马路易的 M9 武士之刃。这是日本玩具枪公司马路易与游戏公司卡普空庆祝恶灵古堡20周年的纪念版本，喜欢的朋友请赶紧把握机会，因为限量是残酷的。让我们看看这把枪握柄的 logo， 这 logo 可是有含义的，上面英文分别是浣熊是警察和 STARS 小队，握柄的上面也有日本东京马路易的英文，可以说是很精心巧思的设计。枪的刻字也很讲究，右侧这边刻的是武士之刃版本，仅供执法者使用。左侧这边的刻字则是 STARS 特殊小队的刻字。你以为这把枪就这样而已吗？这样你就太小看日本马路易了。都说是20周年纪念版本，当然要有点不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是纪念勋章。这勋章只要别在身上，走路都有风。狼给啊，你再看看买枪送20周年纪念军规枪箱，这还有天理吗？正当你以为结束的同时，我们阿尔法在加码，现在买这把枪我们再送原厂日本马路易加长弹匣。现在这么棒的组合，只要特价11650元，会员还可以享优惠。想看看的朋友也欢迎来电赏枪。阿尔法好枪爆你知，我们下礼拜有机会再见。